任宁被周刊爆料已经升格为人妻，日前搭配拍到与摄影师男友刘佑年看电影约会，意外让恋情曝光。他虽然大方承认恋情，不过行事却相当低调。去年就传出他已结婚的消息，但都迟迟没有被证实。这次周刊的佐证，看来有可能他已经成为人妻咯。薛宁被拍到左手无名指戴的戒指，刚好刘佑年也有。至于婚事被推估，大概是去年圣诞节左右，男方家人因藏不住喜悦，事前走漏风声。但仅有至亲好友知情，薛宁之前上星座专家唐奇阳的直播节目，唐老师突然快嘴称刘佑年是你老公，更被证实这件事的真实性。只能说徐伟宁真的好低调，默默结婚快一年却没被发现啊。非凡娱乐。